碰瓷儿也讲究花样翻新，不光是酒驾的司机，还有遛狗不牵狗绳的市民。最近，北京警方就处理了一起十分奇葩的碰瓷儿案。事发当时，嫌疑人手拿一根火腿肠，故意找到一条没牵狗绳的宠物狗进行喂食，然后立即声称自己的手被狗给咬出血了。他说：“你家狗咬我了。”哟，我说：“我们家狗不咬人呢。”他说：“咬了，你看看流着血。”哎，我一看这岁数大了，完一看这血就软了。我说那你怎么办呀？他说我得打针去。最终，狗主人给了嫌疑人500块钱私了。不过事后，当事人就觉得事有蹊跷，于是选择了报警。警方查证后，将碰瓷者抓获。嫌疑人表示，自己和同伙是故意挑没牵狗绳，并且有些上了岁数的遛狗人下手的。他们选好目标后，先用刀片将自己的手割破，然后立即掏出火腿肠去喂狗，再声称自己被咬伤。是广大市民文明养犬，在这个出门遛狗的时候，一定要拴好那个绳子，把自己的爱犬放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。